哦，照相机造型的，这不是你很爱的那一种吗？哇，这好可爱哦！我刚才是以为它是游泳圈呢，结果它是这样子的。你才游泳圈。快在听我声音，我们就要开箱的是角落小伙伴撑伞好时光极点送全系列，这次是 7 的极点，就有这些吧。这么的多，我们一样一样的来开箱给大家看哦。这个杯子是极六点，然后加199就可以换购，然后它是304不锈钢材质的，然后它可以保温保冰，如果是190点就免费送哦。哦，这个是 purple 碗，一共有这四种颜色，这颜值超高。外面你不知道，它是用抽颜色的。哦，好美哦，真的颜值很高哎，漂亮漂亮。兔兔耳朵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色。然后它这个是不锈钢的吸管，它这个是可以转开的，所以杯盖不太容易掉。这个东西是放里面的，然后我这样子锁起来之后，你看我的吸管不会飞走。这个是绿色款，可是它看起来比较蓝，蓝绿蓝绿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，就是在于如果你常常喝饮料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带这个环保杯去叫他们装。哦，可以。这个是白色的，那我们没有抽中粉色。这个颜值爆高，白色最好看。蜥蜴万号跟他的那个瓜牛好朋友，我觉得三个颜色我都喜欢哎。真的，这三款很漂亮，很可爱。那我们再来开下一个角落小伙伴的折叠保冷袋，从外面也是看不出来，有点像盲盒的概念，18公升，超大容量。然后集满6点加169元就可以换购，或者是170点免费送。我拿到第一个是 purple， 它有三个颜色，然后它可以保冷，也可以保温。然后它里面有可以放保冷剂的空间。哦，它很方便耶。可以折叠，然后打开来。这露营方便，超大的，这可以去超市买东西。对，超市买东西什么的，很大很方便。这很漂亮，不然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很质感的。然后背面这样子，然后我拉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边扣子可以这样子打开来，这边拉开，哦，里面容量超大。这边还有网子可以装小东西。然后这个第二款是粉色的，打开来看看这个图案，可爱。后面是这样一整排的。里面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就不介绍。第三款 Tiffany 蓝哦，这种颜色，有三个颜色都抽到你。对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的，你喜欢哪个颜色？我觉得三个都好看耶。我觉得我三个我都蛮喜欢的，不过真的要选我也会选紫色。然后那一个的话是限量款硅藻土地，对，它是软硅藻土款，它有门市快闪购，集6点加499元可以换一款。它摸起来很像那种桌垫，有点像滑鼠垫，但是它是硅藻土，软硅藻土，很漂亮哎。我们下一个来，它是限量书本造型餐盒，一共有2种款式。我们拿的是紫色款，它是集6点加349元，304不锈钢耶，它不是塑胶的哦。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塑袋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子，像书本一样。哇，这里还有附这个叉子汤匙，很赞哎，它是可以拿起来的。这个不能微波，不那 microwave， 但是你可以拿去蒸便当，就是拿去电锅蒸。外面的话是，外面都是，我蛮喜欢的，我觉得这很方便，蛮质感，像一本书一样。那我们下一个是这个限量电钻泡泡机。有2款哦，你看它里面有塑泡泡，还有电池，还有告诉你安装方式，然后它还有2个空瓶，让你自己装泡泡水。哦，照相机造型的，这不是你很爱的那一种吗？哇，这好可爱哦！我刚才是以为它是游泳圈呢，结果它是这样子的。你才游泳圈。装电池之后，这边是要装泡泡水。这个地方是装泡泡的，卷起来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很酷哦，我要推，我来了，好可爱哦！觉得这整个系列都很适合带去露营。我们来拍一下出泡泡的特性，然后它还有亮亮的灯，可爱。那我们今天接到下一个，哇，你看它的吸水力，绿叶的吸水力很好，它泡泡一上去就不见，都来不及拍它就不见。然后你看地板的，地板的都会在。对，它是限量折叠收纳箱桌，然后一共有2款。对，它是箱子，也可以当桌子。对对对，这也很适合露营哎。它是一个像这样子的，然后上面是木头的木质感，而且它是真木头。这顶盖真的很质感，就安妮，
起来。这个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它里面口很大，可以装蛮多的。然后侧面就是很素面。我喜欢这个系列。我喜欢哎。然后你就可以当桌子使用。这一个的话是几点送？6点加399元可以换购一款。然后另外一个紫色的顶盖图案不一样，我们先看看顶盖。这个是顶盖的部分。木头的，好看呢，图片好看，真的哈、哦，食品更漂亮，它可以堆叠，像我们这样子，你看，可以堆叠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开这个热压吐司机，这样子的部分，如果你没有几点的话，就是加购价399。然后刚刚硅藻土的部分是几点送的话是6点加499，然后门市快闪购也是499，很漂亮哎。对，这个超级好看。好像是新角色哦，这个兔兔是新角色，你看它是 Easter 的新角色，这个兔兔的，然后我们的吐司机也是压这一只兔兔，它这个拆法就是这边这样推开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它可以拆吗？因为它可以换图案，不是图案，它是甜甜圈，我可以换成甜甜圈，哇！你如果压吐司的话，正反面都会有兔兔。那我们今天来压个吐司呗。装回去的话就是这个方向，它这边有这个卡锁，把它这样扣回去就好。它底下是这个加高。前面是这样，浅黄色，上面有附这个扣住，然后平常可以这样直立的手拿。好，那我们去买吐司，等一下给大家看。哇哦，很可爱耶！开箱的角落小伙伴，春赏好时光几点送？我喜欢角落小伙伴，我觉得真的不能错过，不要错过。我觉得这次换购真的很漂亮。我最喜欢，最喜欢什么的？那个泡泡机，尿尿杯子哦，我觉得杯子很实用，我全部都想收集，都很漂亮。我真的这个也喜欢，对，我真的都会用。然后刚刚讲的4月6号的下午3点到4月7号有门市快闪购，杯子的部分是门市快闪购的这个4月6号到4月7号下午3点的这个时间加购199，过了这个4月7号之后，你就要加6点再加199换购，或者是190点免费送，这些全部都是4月6号到4月7号下午3点可以快闪购。那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再去 Seven 的官网参考一下喽。而且这次我觉得颜值超高，它这次都是马卡龙的浅色。对啊，今天有没有这个喜欢画这边？点我们的拜拜拜。这个是企鹅，它是蜥蜴跟杂虾啊，蜥蜴问号跟杂虾尾，那是企鹅问号啊，企鹅，蜥蜴问号，企鹅问号跟奶茶那个企鹅问号跟我看塔皮欧卡，企鹅问号跟塔皮欧卡，珍珠珍珠啦，对啦。